Нет, ты некрасивая. Не太不好看呢。为啥这么说爸爸呀？你真的爸爸跟我说。啊？爸爸可惜了。他说我不好看，傻逼。你真的可惜不呀？你好看，你说说你长得像葫芦似的。看你那大脑袋吧，随妈妈的大脑袋。我因为我没有头发，你就说爸爸不好看。他说啥媳妇儿？是说我头发短就不好看呗？对。妈妈这个。你看你那大脑袋像不像你爸？你瞅瞅，林能。你看爸。你再打爸爸一下。小玩意儿现在是说啥都能听懂吗？我干辣子。啊？带你巧克力是个辣子。巧克力是个辣子，可能打我还给你吃，等着吧。带你巧克力是个辣子。不是巧克力，是斯克拉的，对吧？你带你是个辣子。你都蒙圈，你现在是中文和俄语都混淆了。